姜涛23岁生日，佢嘅香港后援会特意举办电车免费乘车日。姜涛号电车驶到铜锣湾嗰阵，一度吸引几百名途人驻足观看。姜糖再次将铜锣湾化身姜涛湾。喺下午时分，姜妈突然同友人出现喺港铁站出口，姜糖见状十分兴奋，并即时冲向姜妈身旁，大叫奶奶，非常搞笑。而姜妈亦面露灿烂笑容，答谢姜糖们嘅支持。入夜后的铜锣湾依然见到姜糖们的身影，姜涛的社交群组亦陆续出现失物认领的贴文，不少人遗留了姜涛公仔的鞋在街上，姜糖们希望可以为他找回主人。